刚刚大家在看这些免费素材的时候，应该有看到一些哈。那当然，其实这个串用 CC 哈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蛮建议各位稍微了解一下的，知道怎么做授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跟这个创作者跟使用，创用就创作跟使用的哈。原则上，我们那个每一年，应该说每个学期啊，不是学校都有办那个智慧财产权的那个，你们在如果登录 LMS 数位学院都会看到嘛。但是大家都当作没看到，我知道，但是那个很重要啊，那个蛮重要的，你了解一下怎么授权。那往下走，你看，你可以到这里，有没有？这里是向量的，或者是那个都可以，你看，我用这个好了，好，点进来，我就进。如果你不想要把它开在 OneNote 分页里面，你就按新分页上面这个，有没有？它就独立打开了。好，那你到这边呢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我只能跟你讲，如果你是视传系的，假设做不到这些，人家连 PSD 都给你了，有没有？连那个 Illustrator 的档案原子档都给你，我只能跟你讲，还是不要当试传好，因为你会很生气。只要呢，都不用设计就可以那么多了，哦、因为它原子档都给你的、哦、那当然你要一些 footage， 就是我们一般翻作素材、哦、也有、哦、那如果你要找，你看有没有还有关键字，对不对？你要找 Photoshop 相关的。一点，哎，没有，应该不会吧？好，这里有没有一个 free download 2.55 哈？我把它点进来。当然，它上面有的还是会告诉你，就是那个授权方式哈。那这个呢，会有跳一个，我看一下，有跳一个，哎，直接就下载有没有？在这边哈，那你可以找到它。好，找到的，我就把它解压缩一下，在这里。有没有 AI 在里面？这样还是不要进设计系比较好嘛？今天注册还来得及，开玩笑哈。其实就是现在应该是这样讲，我们利用这些所谓的素材，要怎么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？你可以从头开始设计，这是最好的。可是如果你的 idea 没有很多的时候，来这里可不可以学到别人怎么做？也可以啊，我看别人的那个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上面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到上面 Illustrator 有没有 icon 的？那如果说我用新的哈，我就打开这里，好，100% free 的，那我们就来找找看，free B 再看这里有没有 PSD， 对不对 ？Vector， 好，点进来，好，你就可以找找看，当然它也可以用关键字找啊，你看这个这种像素的也蛮多的。看一下，应该不止这几个、啊，还有更多。好吧，先点一个 download， 最喜欢这一种，对不对？卖萌外娘，不用注册的不是最好吗？对嘛？我们最喜欢这一种的、啊，哎呀、啊，还要注册，然后还要怎样？还要验证账号密码，好不好？就是验证那个 email 啊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就可以找到，这样会了吧？哦，反正就可以一样找到了哈。啊，如果你真的遇到的是他要注册的怎么办？拜托一下哈，可以用一个东西，我们上面好像有分享，叫做，哎，我看我没有放，啊，我没有放哦，好吧，请你会一个关键字。不是抛弃式奶瓶，请找抛弃式。有没有看到信箱？信箱接可抛嘛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可以找找，我大部分都是用十分钟的。我看一下，应该有一个十分钟的。其实反正这类服务现在很多哈、哦，免费信箱很多。那我大部分都用十分哦，我大部分都用这个，去这里找十分钟的。你只要点进去，你就会产生一组信箱，就像在线上收发一样。有没有开始倒数了？那如果他有寄注册信那个认证信来，你就在这边收发信件就好了。这样了解了哈？啊，超过十分钟没有到怎么办？啊？巧贵找我们今天要被修掉，换一个吗？会来不及，对不对？他这里有，
有没有神啊？多给我十分钟嘛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所以尽量不要拿你自己的 email 开玩笑。也就是说，你平常都用你真实的信箱，收到广告是应该的嘛？这样没错吧？对不对哈？所以你如果说你只是临时性的，我只是用暂时需要，你就用类似用这样的关键字，你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服务啦。好，最近它有改版了，所以画面有点不一样。但是呢，这类服务很多，那不只是十分钟，其实有的还可以指定说你要几天之后就自动销毁的那一种也有。好，就是你可以自己指定时间的，所以临时性的你可以用这样，这样你的那个收到垃圾信的机会相对会少一点点。好，相对少一点，所以这个是额外跟大家分享一下的。